美女，你是安怎？哪会去用分期？美女，美女，美女呢？我今麦那是过去，是要那个明慧解释，我才会出现伫这，绝对袂使让伊发现我跟美女的代志。美女，美女，今麦是要安怎？你讲，你去叫客人车，咱甲美女送病去。我去叫。姚爸，我发现美女倒伫店的附近。你放心嘛，附近无人。我甲你讲，已经叫客人车要甲伊送去病院，你赶紧过来。拢是我无好，昨暗我就无应该离开。那么送来病院的人就会是我，你敢知影？我整晚都没睡，一直在烦恼你。我还是要带你的身躯边照顾你。立德，你哪来啊？刚是有爸跟你讲美女昏倒了。哦，对啦，就我今日公司没看到美女啦，我就打电话去问。哦，多好。姚爸讲伊有重要代志要去办，我即马得爱去机场，总公司迄边有新来总编辑，我得爱去接机。你敢会当麻烦你留伫遮甲美女顾者？好啊，顾我啊，安尼无用啦。麻烦你啊，好，保持联络。这里啊。你若是今仔日无走，安尼你就永远莫走。你家己知影，只有明慧，才是你心目中迄个当有一个完整的家的人。安尼就紧走。明慧，是你甲我叫的哦。是啊，看起来咱真正是命中注定的好姐妹。要去甲秋香开会，哪会遐紧就转来啊？你有啥物想物件？我毋是讲过啊，我无可能带恁洗头路。
无啦，你误会啊。我唔是石头佬啦，我是因为进前昏倒贫血，啊，阮爸就烦恼我的，伊无希望我来上班，所以我想讲吼，我甲你请假一阵啊，我甲物件收一寡转去吼，啊，骗伊讲我已经石头佬啊，安尼会用一个。你要骗人，应该不是你爸爸，应该是我。你是拍算讲请假几工，让我习惯看会到你的日子，然后你搁找机会搞我洗头路，甚至秘伫咧厝内面，替你爸爸做伙挡箭牌，让我无法度甲你见面。既然你心肝内拢会知影，那安尼，咱就好聚好散，安尼好无？唔好。你白伊起来的时阵，我就一直想要甲你讲，也毋过你又唔肯听。迄暗你跟我离开了，其实我外头转去，我看到你昏倒咧，我看到明慧佮恁爸爸甲你送去病院，我说啥物拢无法度做。你敢知影我的心有偌痛？我照后悔，我无慢几分钟离开。那是我的个人之离开，我就当送你去白衣，我就当照顾你。那是你看我几分钟来，你就会拄到明慧，那安尼明慧就啥物拢知影，你会比今嘛更加痛苦一百倍。是安怎？你干那会当咪伫边仔看，看阮爸还佮明慧怎么去白衣？迄就是因为。你心肝内知影，这一切拢袂当让明慧知影，这就是你的选择，你的理由。是的啦，你把你的衫破烂煞啦。无要紧啊，等一下我去便所，我用清洁就好。我要穿啥陪你啦？咱今就去买。你莫安尼啦，既然你已经选择好，安尼就好，敢唔好？这甲选择无关的，最后敢若是我陪你穿这衫，就安尼尔。行。你去领领。我已经讲过啊，我无需要替我买衫。你若无介意，咱就换一件，穿到你介意为止。你莫遐尼固执啦，你妈妈一定要改变。一件衫，无介意啊。一件，一件有蕾丝花边。伊毋是要甲拖鞋故事讲出共款，试看卖。我毋是囡仔人啊，我也无需要啥物童话故事，咱是活伫现实。啊，无这领啦，这领素色的，你穿了脸足好看，试看卖。试看卖啦。我已经讲过，我无需要你替我买衫，我也毋免你替我完成啥物愿望，咱的一切就到这为止就好啊，好无？你就一领衫，你试看卖。你若是介意，我就买给你。我只是无想要欠你。你并无欠我，啊，不过你即马安尼做，唔但是咧为难我，嘛是咧为难你家己。你即马对我如何，以后你对明慧，可能有愈来愈侪亏欠尔。就最后一届，你就听我最后一届，连我都答应你。我把你的资产收下来。你是讲你会答应我是真？你不是想要跟我做一个了断？其实我卖啦，无论介意无介意，总要做一个决定。
你的心肝内，根本无法度把明慧放下。啊，是安怎阁要一直安尼对我好？你敢知影？你安尼只会让我对你愈来愈唔甘。王立德，你到底在想啥？为什么你的心遐尼痛？敢讲，恁真正爱上美女啊？美女，这里要安怎？有好看吗？我无咧用这啦。所以才试看卖啊！你不是讲比较平常爱丽丝会当梦游仙境，改变自己的造型也是一种冒险。我帮你用。不是立德，因两个人是在创啥？那看起来这么亲密，立德还替美女绑头发，未输新男女朋友呢。你莫忘记你拄则讲的话哦，我上好一届听你的话，你还给我实际。这你收落来啊。我想要换最后一个愿望。这愿望，我的愿望写在这个星星里面。今晚袂当拍开啦。无等到什么时阵？等到。你看到流星的时阵，那是有一天，你看到流星，想到这个星星，也该去拍开。啊，不过你要记得哦，拍开以后，最后一个愿望，你一定要实现。那是你无做到够，我就袂原谅你。好了，我答应你。那我爱接电话，是不是明慧打来的？明慧啊，什么代志？喂，王立德，我是卢卡斯啦，我等下给你一个地址，我们替明慧新的主管接风。替明慧新主管接风，想到我爱去啊？哎呀，你嘛知影，明慧一定饮酒醉啊，你唔着爱来给伊保护一下。立德，你莫
听卢卡斯袂讲啦，伊在甲迄乱，阮绝对袂找你的哥来。哎，无，我讲真实的，我相信这杰森嘛，一定就是要认识你的呢。啊，到时两个哦，搁斗做伙啊，天雷勾动地火，啊，代志就大条哦。啊哦，我袂讲啥。立德，我好在啊，我等你过。哈？你真正要来哦？嗯，你甲电视传给我，我想去找你。拢是你啦！我白讲，你都很有生气。我？安尼就生气？真正是鸡仔长鸟仔大呢。啊，伊若是这么无风度，你也好好甲伊训练一下。明慧要你见面哦，进去啊！啊，你这物件要搬转去，啊，我送你无？免啦，我等下家己叫计程车就好啊，你进去啦，莫让明慧等伤久。欧巴。